公子，你还是看相的，还是测字啊？测个字吧。好，那就请公子检个字吧。嗯，公子选的这个字很好。公子，您问什么，学生好为你批几？随便吧。 随便，这，哎，我们公子说随便，我看你就随便吧，不要啰嗦。这，随便说说，公子，那学生就随便谈谈命和运吧。好，你倒是说说看。公子选这个大字嘛，本就是个尊长，直上之客，加一横呢，才为天。 点一点呢，则为泰。天乃至高无上，泰则硕大无恒。以学生看嘛，公子必出身富贵之家。先生，这可不一定吧？嗯，就字论命，大卫。
天子之下之一人，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应为宰辅之位。公子，请数学生放肆一句，以公子的年龄，你该不会是当今的宰辅吧？先生，在下并没有任官出仕。既然没有任官出仕，那想必是天子的近亲呢。我看公子不要听他这种江湖术士的胡说八道，咱们走吧。啊，好吧。你要知道，言多必失啊。盖公子，依我看，这个册子先生有点门道。姑奶奶，这种算命打卦三教九流您还是少沾惹，这人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你看出了什么不对吗？不过依我看，他倒像是一位刚刚落地的举子，家徒潦倒，测字度日吧。此人眼睛炯炯有光，他绝不像个刚刚应试落地的举子。哦，那咱们再回去瞧瞧。哎，姑子，千万不能去。为什么？这云中鹤在这摆个册子摊，其中必有道理。我看您要是一去，那不是打草惊蛇吗？你的意思是说他别有用心？刚才我看见他跟甘凤池打过招呼。哦，这么说他也是少林子弟了。这个是不是少林子弟想的还不知道，不过我会派人去查去。好，那你快去。三更已过，为何不见人影？难道云中鹤已被盖公民抓起来了？不对啊，这栋破庙半夜三更还有蜡烛，显然有人在这儿住过。甘兄，少安无躁，我来为你打发几个朋友。沈云兄啊，你说你那个朋友是？大内侍卫。大内侍卫。
子不小。龙班，想动手吗？别忙，这位可是在城门外摆车子摊的云中鹤。这个甘某不知道。赶紧，赶紧，英雄，不要再掩饰。他们既然发现我云某的身份，可是他们还奈何了不得。哼，姓云的，你是死到临头还不知怕呀？我倒要看看谁死到临头不知怕。我问你，跟踪甘凤池是谁派你？侍卫统领盖大人。果然是盖公明。哼，都怪朱俊平心软，听了盖公明一番假话，才废了他一只左眼。要是我那次在少林寺，早就把盖公明给宰了。盖公明，你以为你派人跟踪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我云某早就料到，盖大人神机妙算，算无一策。可是今天的事情他就失败了。云中鹤，你若束手就擒，龙某可以饶你不死啊。我倒要看看谁饶谁不死。嘿，金刚指啊，还需夸奖。英雄，请进。英雄，这是金狮的街道图形啊。你要在此地找一个落脚之地。英雄，小弟有奉命前来，师父跟师叔都没有说明为了何事，英雄可否告知一二？雍正以祭天之日横杀此一暴君。甘兄，恩师给神尼师叔要来主持此一计划，乃是我久居京师之故。哦，英雄也是少林寺的门下。先兄已经出师十年，而且师父从来不许我回寺。啊，小弟甘凤池拜见师兄。甘兄请起。我们不要续同门之谊了，要不然就暴露我出身少林的秘密。啊，如此小弟放肆了。啊，这有一封信啊，你要在一个月之内把这封信里的每户人家屋内屋外门堂巷道调查得清清楚楚。小弟遵命。师兄，小弟有一件事情想向师兄请教。什么事？啊，小弟广服镖局，镖银落在谁的手中？除了大内之外还有谁呢？那镖局中的人呢？小弟回到京师怎么一个人也没瞧见？这那我还要再打听打听才知道。啊，如此就有劳师兄了。哦，有人，快走，千万不要留在此。是。这位局外人多少有点不怀好意。嗯，我想他是想约我比剑。朱兄，那你是去还是不去？当然要去。
朱兄弟，就凭这一手，你的掌上的真理已经比那位局外人强多了。不见得吧，六兄，你瞧，这还留下了局外人的志气。六兄，来，再陪我练几招。好，明天要对付那个局外人，说不定就可以用得上。对，说练就练。原来是前辈，苏老前辈，出其不意，攻其空门，这一手真是神奇的很。哎，老弟，你这剑法很有进步。前辈，晚辈愚蠢，还差得远呢。哪里？不过老叫花子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们，这个地方不能再住下去。那前辈意思是？广福镖局已经出了事，四娘的母亲和吕安被人劫走，吕元身受重伤，幸亏是金允珍救了。师妹，他知不知道？可能不知道。前辈，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哎呀，老叫花子就是不知道四娘住在什么地方。就在少林寺嘛。少林寺？哎，一个人都没有啊。一个人都没有。老弟，你要不信，老叫花子亲自到少林寺去看过呀。这怎么可能呢？前辈，那师傅他们呢？我就连我们掌门人现在不想到什么地方去。这我倒是在少林寺内外看了不少，都是南宫九跟铁云他们的手下。嘿，那人倒是很多。苏老前辈，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看呢？去看什么？去找找少林寺的人嘛。嗨，有大内那些人去找，还不都是一样啊？前辈，那依你看，掌门人他们会不会退隐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叫花子也是这么想。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再去找老弟，现在最主要的想办法先找到吕元跟金永镇，问问广福镖局的事情。这个前辈，还是当晚辈会过那个局外人再说吧。啊，局外人？哪个局外人呢？前辈，就是杀蒲金英的那个人。哦，他约了你？不错，晚辈为了叫师妹，曾经跟他比了一次剑，结果不分胜负，反倒被铁云以巨阙剑跟他换走了师妹。他约你比剑？是不是现在还不知道？老弟，我看你最好不要再去赴约了。哎，前辈，我朱俊平从来不是越狱人。哎呀，朱兄，他只不过是留字约你，他也没当着你的面前说个明白，你不去不算失约。六兄，我若不去岂不是示弱吗？哎，老弟，这不是示弱的事，也不是争这口气的时候。你想想看，四娘的母亲被他们劫走，少林寺所有的人都不见，你应该衡量一下轻重才对。这，周兄，救人到底还是很绕紧的。好吧，
臣张廷玉，臣塞尔图，叩见万岁。平身，谢万岁。大学士和刑部尚书共同求见，一定是有什么事吧？臣启万岁。大将军年羹尧之子年富，今臣竟然击倒天牢中的狱卒，越狱而逃。啊！塞尔图，臣在。刑部的天牢怎么会让人犯越狱？是不是有人放走了年富？启奏万岁，是年富伤了狱卒，逃出天牢。哦，刑部的天牢警卫森严，怎么会叫人犯逃狱的？回皇上，臣已查明，那年富确实拉断了大牢中的铁栅，伤了六名狱卒，逃出大牢的。哦，皇上，据臣查询所知，年富的武功很好。嗯，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样看起来，年大将军的一身武功都传授给那年富。皇上，那年富必须立即缉捕归案，否则刑部大牢就虚有其名了。嗯，哥哥，让我来帮你抓那年富好不好？你？哥哥，怎么你以为我抓不了他？怎么抓？你知道他现在何处？这我可以找啊。找？怎么找？你认识那年富吗？不认识。你既然是不认识，就算是那年富站在你的眼前，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呀。哥哥，我可以带一个见过年富的人，那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哎，朱军，这个事儿用不着你管。塞尔图，臣在。那年富既然有一身的武功，刑部的大牢自然关不住他。这件事情寡人不怪你，你起来吧。谢万岁。啊，皇上，捉拿年富之事，恐怕还得要劳动大内侍卫才行。嗯，大学士，年大将军可知道年富越狱之事？刑部尚未派人前去告知。哦。大学士，寡人要派你去办一件事。皇上吩咐。寡人要派你去年大将军府中，告诉他年富越狱之事，以便探探他的口气。这，皇上之意可是认为那年富不是越狱，乃是大将军亲自劫走了他。大学士果然是深知寡人之心。那年富武功的高低寡人不知道，但是年大将军的武功寡人却是知之有素。大学士，这件事情你可要替寡人查明白啊。臣遵旨。嗯，塞尔图，臣在。以后挑选狱卒的事儿，你可要千万的注意，如果再有越狱之事，寡人唯你是问。臣遵旨。下去。臣到位。你刚才说有事，到底是什么事啊？哥哥，昨儿个我跟盖公明到正阳门外的湖上去玩，发现了一个册子先生，他可真灵哎。哎，册子的事岂可深信？他们那些不是落地的举子，就是江湖的术士，他们都是骗钱的呀。哥哥，可是那个人很特别。哦，有什么特别？据盖公明说，那个人会武功。哦，
啊，这么说，那个人不是落地的举子了。可是，哥哥，依我看，那个人还真像是个落地的举子。朱君呐，江湖上各行各业，你能知道多少？如果要是盖公明说的身怀武功，那这个人八成不是落地的举子。盖公明，小的在。你到底去查了没有？回姑奶，小弟就派人去查过了。这个云中鹤，他确实是十年前就到了京师来应试的举子。朱君，你看如何呀？啊？十年前就来应试，这么久了，难道说他一直都是测字度日的吗？回皇上，这个云中鹤来了京师已经十年，做过各种的生意，最近才摆了一个测字摊。哦，哥哥，那你要不要去看看这个人？不行啊。为什么嘛？那正阳门的附近，每天进进出出的王公大臣不知道有多少。如果寡人要是去了，被他们看见了，那哥哥这金永贞的身份，岂不是要被揭穿了吗？那只好我常去瞧瞧喽。哎，朱君，这册子摊的事儿，你干嘛这么关心呢？哥哥，因为他跟甘凤池有联络。学士突然驾临，必有要事，是不是皇上？大将军，事情是很重要，但是并非皇上所交代。老夫觉得，应该先来向大将军说明。哦，什么事？大学士，请说。令郎年父今日清晨，在刑部天牢之中击伤狱卒逃走了。这畜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大将军，刑部尚未来人禀报吗？还没有。听玉兄，这件事有没有上达天庭？刑部尚书赛儿图已然奏明。那听玉兄，那这事，大将军，皇上闻奏，并未召见大将军，足见皇上并未动怒。老夫觉得，若是能将令郎先行找回，也许责罚不会太重。哎，这个畜生，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真是人犯越狱，按律自会派人缉捕。令郎身怀武功一般不快，恐怕无此能耐对付令郎。早知今日，天宇兄，我真不该传授他武功啊。大将军，圣上若是降旨缉捕，必然会调动大内侍卫。这令郎若是拒捕，生死之间就很难说了。陈玉兄，那这事你说该怎么办呢？知此莫若父。令郎常去之地何在？大将军应是知道。若能先行找回，老夫相信圣上自会保全令郎性命。
多谢指点。将军好说，金鸡处事吧，不便久留，告辞。关照之情，容当厚谢。夫人请出来。是。也先下去吧。是。夫人，年富的。皇上关在刑部大牢吗？夫人，这位畜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为，竟敢越狱而逃。皇上大为震动，眼看惯了这个畜生，我们全家大小要遭天大的祸事了。老爷，这可怎么好？老爷你。赶快派人去找啊！找，到哪儿去找？我晓得他会跑到哪儿去啊！老爷，富儿一向没有出过远门，他要是逃的话，也不会跑得很远的。夫人，圣上已经派了大内侍卫到处缉拿于他，这要是被他们碰到了，那富儿的性命还能保得住吗？老爷，这可怎么办呢？老爷，都是妾身不好，对富儿疏于管教。夫人，其实富儿的性命倒不用去管他，为今之计是怎么样保全我们一家大小的性命要紧呢？老爷，要是你能够先找到富儿呢？那我就亲自帮他上殿请罪。也许皇上会保全富儿的性命，那样我们一家大小也就可以无罪。老爷，你怎么样？夫人，反正你是他的继母，我知道你也管不了他。不，老爷，富儿虽不是妾身所生，可是是我一手把他抚养长大的，他就跟我的亲生的儿子一样。可是眼前的事情真叫人为难。为难？夫人，那你的意思是？老爷，不瞒你说，富儿已经逃出来了，他已经回来了。夫人，那你赶快把他救出来呀！老爷，都是妾身不好，我已经把他送到田庄。夫人，你……老爷，都是妾身不好，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大。来人呐！妃子在，赶快去到城外田庄。老爷，他们去是不行的。哦。我已经跟富儿说明了，只有我自个儿去，他才可以出来见人。那，夫人，那你就赶快去把那个畜生给我接回来。皇城一带人手最杂，以后你要多费点心的，小弟自会小心。老弟，这事情以后你就给我一个人联络，你也不别再露面。是，小弟遵命。快走，大内的鹰犬就要到了。
你不在，他们就奈何我不得。好，下去告辞。现在为什么不在？大人，小的刚才真的看到他们。没用的东西，走。哎，兄台，好生面熟啊！奇怪，怎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呢？哼哼，云中鹤，不要装了，名人眼里揉不进沙子，不要跟我作戏。兄台，你这是什么话呢？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那天呢跟一个测一个大字的公子的随从，是不是？嗯，是又怎么样？我问你，最近有没有看见过甘凤池？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甘凤池没见过。怎么，你找他？那你有没有去过西山破庙？学生的租籍从来不去什么西山破庙。哦，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不瞒兄台说，前面呢就是杏花村茶楼，那是学生黄昏必去之地。为什么？兄台，这你还要问吗？还不是为了女人。你真的没见过甘凤池？学生每天收了摊子以后就到杏花村茶楼，你要是不信，我们俩可以去问问。用不着问，你每天到这儿来，我都知道。怎么，你相信了？看来我盖公明真是遇见高人了，这家伙居然让我找不出他一点破绽，哼！你让我扑了三次空，却找不出理由抓你，我就不相信下一次你还能逃得过。哎，老兄啊，奉劝你一句话。夜路走多了，会遇见鬼的。多蒙兄台指教，以后啊，我尽量的在天黑之前赶路啊。谢谢谢谢，告辞。大人，为何不抓住他呢？抓，抓着他一个人有什么用？走。是。这云中鹤好似深藏不露，武能极高，我倒要试试。Thank you.
便宜了广进。师叔，咱们还有机会。师叔，我们要不要追上去？哎呀，这条道我们给他封了，然后再跟掌门人会合。少林寺还有这样的机关装置，那个什么北斗七星阵，真是邪门的很啊！我们本来是在避德的，没有想到结果会。陛下，我杀不掉，地上我怎能毁掉？放火烧，放火吧。请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神州英豪》第40集。